这是我们的新款泄压装置，叫旋转泄压阀。因为装在上面之后，摒弃了原来波动的方式，改成直接旋转泄压。这是我们原来的泄压装置。原来的泄压装置，泄压是通过手拨动让它泄压。新款的旋转泄压阀，螺母是可以调节它的压力值大小，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拧太紧，这样泄压会有一定的难度，直接拧到松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装在底壶上面，还是原来的口，然后通过我们的扳手把它拧紧。这样就行了，它有个清脆的声音。装水进去之后，它的声音会变得沉闷一点。这款钛的表面质感很像人的肌肤，很光滑细腻。内部我们进行了喷砂处理，这样会有浅灰色和那种深黑色的感觉。这种钛的，它表面手接触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指纹的感觉痕迹，你用毛巾或者手抹一抹，它就差不多消失了。这个就是钛版的全貌。这是我们的316不锈钢，两个整体的外观颜色就是不锈钢的本色，这个是钛。